一定要记住，空白的身份证一定要修好，不能外流。最近我们要彻底消灭匪谍，所以户口普查的工作要确实执行。只要是没有身份证的人，一定要赶快报户口。这个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连我都会有事情。你们都了解了吗？好，你们去忙吧。我弟，你带。听讲恁某是苏湘环，你是冤枉的，是不是冤枉的？家无地带，即届户口无查，你莫阁参加，一定要去做一般柜台业务。我弟啊，我真歹做，恁某是政治犯，因若无处理好，含我来去用抬头，你也较体谅我。好，你先去保养。哥弟啊，阿伯，你来找我什么代志？多阳咪呀代志，等我吧。你又想安怎想？他是讲有一天。你若听到我的代志，嘛应该这么关心，我唔知有偌欢喜。阿伯啊，这个美月的代志常常麻烦你，林刚我一定好好甲你说多些。我已经安排好，你先看美月啊。带人来打扫。叫姐姐等你来看，有没出现？找点事做，不然你会胡思乱想。不知道能做什么。你跟我来。来，我刚洗好的被单，帮我拧干。被单是我先生唯一留下来给我的东西。我们很穷的，我先生常说，感情是我们唯一的财产。嗯，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贫穷夫妻。人在困境的时候，要给自己的心找一个依靠。就像是给风筝上线一样，无论飞得多高多远，只要线不断，就都收得住。快来走，看鬼出大事，行啦。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希望他不要真的被撞。
省着点喝，你要是敢喝醉的话，我就不饶你。好，对。带你。你的钱只够还钱账，这两根烟是看在你是老主顾的面子上，爱要不要？要。你要买什么？听懂官话，你不会走？不。来戏弄我，欠揍你！长官。长官，新来的不懂规矩，我替你教训他。交给你的。是。阿伯大嫂，我是单来换，来换了，你敢过会记？明确，我现在记得。日本人爱袂走的时阵，阮杜掌柜是你提钱哦。替阮道长办药师的，我嘛是你哦，介绍来遮做看守的啊。啊，你着金木的后生啊？是啦。阿伯大嫂，这环境哦真复杂，你家己哦爱较细腻哦。你哪家？我哪讲？啊，当作咱两个不识财款，吼。你有看到迄个穿西米料的无？伊叫做潘阿霞，是一个料白啊，爱注意伊啊。哦。我搞死啦！啊，怎哪有迄啰红的啊？政府规定的啦，老人关啊，伊哪对得关？八个人啊，靠还算。三更半夜谁在敲门啊？敲国际大门找医生。你是贵姓？俊。半夜谁在敲门啊？敲国际大门找医生。你是贵姓？俊。你快走，这里不安全，子弹应该还没有贯穿，我马上帮你开刀。你别管我，完了你就走不了。你牺牲了，我可以不为你流眼泪。可是你受伤了，我绝对不会一个人离开的。不要跟我争论了。
我等一下帮你麻醉。是会回到自个的窝了，是吧？啊，逮到了啊！你走了，你大嫂，我可以让你做，但至少让我把人给救完吧。哎呀，凭这个胆识啊，我就知道你不是个普通的角色啊。好，那我就给你点时间啊。你要是敢动歪脑筋啊，我就让你脑袋开花啊。其实你逃得掉的，何苦呢？扮英雄啊！你这种人不会懂的。我可以被抓，但是我绝对不会做一个见死不救的医生。这不是英雄，这是人性。机会恐怕不多了。现在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康少校，我也不会把你当成犯人，就当朋友吧。你会想对我说什么？良心是上好的药方，虽然伊无一定有法度治疗所有的伤痕，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个时代，伊会使阻挡不幸的代志继续过来发生。我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你关心社会比关心自己还要多？要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用热情去疼惜家己的土地甲同胞。但人生、生命都是家己的。我想你嘛是这样。为什么我伫生死看这么开？我会使甲你讲。因为我有一颗良心，所以只要我若活咧，我就有勇气来对抗不公甲不义。有一天，我要死的时阵，我嘛带着笑容来离开，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甲人民无任何的亏欠。我从没有对犯人做过这样的要求。
我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们两个先回值班室。黄美琴，出公差。昆尼的牵手，但是我比你搁较了解昆尼。你敢知影？伊有今仔日，因卡上是食偌济苦？我知影，知影是一回事，会当体会，搁是一回事。我可能无法度体会，也毋过这两天，我已经会当完全体会啊。爱做人的卡上，是有偌辛苦，偌困难的，因为我有心啊。已经会当完全体会啊！爱做人的卡上，是有偌辛苦，偌困难的，因为我有心啊。这原本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也毋过，我想到家己的处境。我实在是无勇气，让昆尼知影，伊伫要做倒丧啊！当然袂当让伊知影，你一个人出代志，是三个人伫咧受苦。你伫咧内底乖，乌巴桑甲昆尼，逐工伫咧烦恼，嘛亲像咧坐家共款。即马阁加找囝仔，你到底是要拖累偌济人？你才有够！我无做唔对代志啊，是安怎无唔对的人会去拖累遮济人？我嘛唔知影啊。
你别说到这么可怜，真正可怜的是等不到幸福的人。你说你会体会一个做老母的心情，这样你应该知道是外乡省的老母才会让自己的婴儿在还没出世就在坐家。你自己失去自由就应该离开昆尼，不能让昆尼带你来失去自由。你更加无资格让一个还没出世无辜的婴儿就注定一段悲惨的命运。你敢无看到耻笑你的婴儿？你敢会忍心？这里来是你们欠国家的，最好心甘情愿的把债还清楚。现在开始给你们一个小时，洗衣服的洗衣服，活动的活动。老话一句，对你们客气不要当福气，不要有人给我乱七八糟的。老规矩，一人犯错全体处罚。开始行动。行动啊，快点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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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你没事做再胡思乱想。来，我去洗衣服，帮我把孩子抱。现在的你，最重要的就是开始学习怎么做一个母亲。姐，你会不会觉得，因为你不幸的遭遇，你这个孩子带来悲惨的阴影？
亲是生命的创造者，不是命运的掌控者。有人说，沙漠是最贫瘠的土地，但是沙漠里面还是会有绿洲。这就是大自然的伟大，在不同的土地中，可以孕育出不同的生命。我的孩子并不争气。或许我这个做母亲的，就像是贫瘠的沙漠，但是我的孩子，就像是浩瀚沙漠中的绿洲。谁会说绿洲是孤独的呢？人们只会说绿洲的可贵，却不会说它是贫瘠。美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打从一开始进到这里，你就没有笑容。笑一笑吧，你会轻松一点。你唔通甲陈小丽想遮近，伊是共产党，敢若会当害人？你若无要保护你家己，莫替困呢，甲阿母小说上。我想要拜托你这项代志，做你服务啦。叫我做的到，我一定去做。你去我厝里行一趟，你叫伊油漆掺一挂牛奶粉，来个糖仔饼，摕来给这囡仔吃。阿布拉萨，你家己用乖，过关心别人。唉，特别是受难者，雪中送炭。虽然袂当解脱大家的痛苦，至无会当予大家较温暖上啊。希望你好心有好报啦。这代志哦，我会替你办好势。阿伯仔，这香药啊，叫上顿吃。要个重一点哦，啊！这边我想，我点就要了哦。哎，真不是。嗯，要早点点哦，是无够啦。这样啊，够我吃一顿啦。不过，无话啦，无话。这里是哪里啊？啊！敢在那边搞天乱团聚，一家团聚的把戏，给我送毒一房。在，走。阿坤，阿坤，这个女的，立刻送毒一房。是。报告长官，那这小孩怎么办？跟他娘一起送毒一房，协调跟错的父母，进错的家庭，带走。是。
其他人，活动缩短为40分钟。你们要怪，就怪他们吧。行动！反正好家在是红日嘛，无后生查某囡仔吼，日下底斗老的，对吧？我妈话，说什么灵验噶？你在讲啥话？讲我灵验啦，听我。灵验。向东不是美琴在抱着吗？美琴他人呢？
歹势，阮陈议员讲伊无伫咧找伊。拜托诶，我有足要紧诶代志要麻烦你。陈议员讲，你若有要紧诶代志，请你后个月较来。要紧的代志要麻烦你。阿议员讲，你若有要紧的代志，请你后个月较来。你甲恁台员讲，讲我这无读册，假啥货？当初阮老家有鱼有肉的时阵，啊，伊就介你喊我弟。啊，今仔日呢，伊这读册的人，认真伊咧偷倒去，哈。接到你的面子吼，你做恁妈话无紧，你想我不艰苦啦。找遐尼啊济人，人都拢唔插办，那搁有啥物面子问题？敢真是让恁头家讲着，我这做牵手的，这么含慢，唔那无都该斗起家，即卖出代志。连想要找人斗交手，都无人要插我。迄当时要甲恁头家做亲情、好伯弟的时阵，阮卡上就嫌我伯弟无够好，搁请小马先生甲我做一个假伯弟。假就是假，就参像恁头家甲伊遐朋友感情同款。真正有代志的时阵，根本都无路。你莫安尼想啦，讲起来吼是头家歹运，唔是你歹命。啊，若要怪吼，都要怪遐有读册无良心，无心的无人气遐笨手。若你甲因这人比起来吼，你高尚太济。是讲吼，人讲人事人事，爱有人甲会成事。头家娘，你搁详细想看卖，敢拢找无人个哟？恁头家的朋友是龟山平，啊，不过我干阿一个好姊妹仔伴，迄就是有气。啊，即摆又上红掠去关，咱哪通过麻烦人？啊，甲姊妹仔伴着姊妹仔伴着交情好嘛，你甲拜托伊较会肯分啦。又上红掠去是我有看到，会反省吼，伊用关遐久较有经验，来请教伊嘛不够多啊。慢慢拿出来。我去了。吴文昭是哪一位？桃花，桃花，叫你啦。嗯，来，过来。过来。这不哩，多谢。交保。老大，你今摆要搞倒，我袂瘾让你吃。你真正好看的，这种好康的物件，无甲好哥要当阿人吃啊。你拢袂艰苦。阁袂甜。你敢当食这三羹嘛？是表示讲明仔载要用两去拼拼的。
我阿姐吼，平常时是讲嘴较歹的，要唔我心肝足好，你放心啦。我过年过节吼，一定会穿好了甲你拜。要唔过咱话先讲头前吼，你暗时去，莫思念我，咱来交情无足好诶。暗时哦，莫煞来开讲啦。医生，医生。我来做我老公，我一定跟伊相约的。从细汉就麻烦，讲都，你讲咩事？讲咩事？对你怎样？真正你讲我咩事啊？阿哥拢厉害我，阿哥你真，你阿妈常常咧骂你啦。阿哥所以讲咩事？讲我是替人事，到今年讲咩事了？真严重。吴章文，吴章文，吴章文是哪位啊？是我。不好意思啊，看错名字。那馒头和肉啊，是你的。胖子，还人家啦？走了，走了。骗人的，骗人的，我哪能上班？都是你爷啦！啊，你坏啊！哎呀，哎嘞。阿公，我阁无够戆啦，我阁一点点仔巧，所以我免去你遐报道啊。我从我的胆下起来，坐大眠床头坐到天光。我即摆一目睭看到你了，我，夜晚回来我应该都睏会去。